啊？你会不会用？你现在手上先转，好，两只手先拿着，转，然后你一只手再放开，转。这样猜过去，要怎么这样子的？好，另外一只手指头放开，你可以，哎呀，停下来了，会不会慢慢磨磨，慢慢磨那个感觉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你手指头太短了，所以它会撞到你的手啊。哎，可以了，哎，成功了耶！你成功了耶！哇，你学会了哦，而且转好久哦。那你现在在奶瓶上面转吧。哦，奶粉罐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？这边像什么声音？回声，因为奶粉盒是空的，所以它里面有一个空间可以产生回声。爸爸，我觉得像竹蝉声音。像什么声音？竹蝉。竹蝉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是什么？是一个玩具啊。是啊。你以前有玩过吗？没有。有玩过那个竹蝉吗？我有玩过。是啊。我在学校自己做的，动手做的。好。好吧，那你会转了，那我们去跳舞吧。够了，你要去跳芭蕾舞了，再转一次就好了。厉害哦！哇，真的很厉害。